小狗兄弟姐妹们，咱们三元家不卖小狗啊，刚来，欢迎大家伙啊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。你说能不能走门？以后能不能走门？你们几个啊？狗粮呢？为啥不卖呢？因为咱家就一只小狗，不卖。狗粮呢？行吗？这儿。你看咱家哪个小狗像卖的呀，兄弟们啊？有一只是定出去了，有一个小狗是定出去了。咱老大生的太少了，兄弟们，老大生的宝宝太少了啊！总共就生了两个宝宝，预定已经定出一只，咱俩还有一只啊。谢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！然后呢，老铁们，大家能替三爸爸上一波的，大家能不能替三爹上一波啊？全区150进60，我看60名多少啊？60，我操，60最少得上他妈的9000块钱啊！上不去呀。咱家如果来电商就好了，兄弟们，咱直播间要是来电商就好了，就能上去了。可惜咱家没有电商啊，宝宝现在就会怼了。怼啥呀？宝宝怼啥呀？嗯，我给咱家狗狗。小狗小狗该喂狗粮了，小狗该断奶了，小狗该断奶了，给他们加狗粮，我今天把这狗粮拿过来了，专门给小狗吃的狗粮。还剩一只多少米？不卖呀，是不是？之前有人给我出了15000米，我都没卖呀，是吧？播的太晚了。听不懂向往往事。给你们来点啊。好，这给小狗专门泡的。一会给小狗吃。狗粮卖吗？呀，你咋出来了呢？啊？养这么多干嘛？是不是有点多了？不多，兄弟们，吃不了大狗可以吃，吃不了大狗可以吃。哎，我发现他四舅最近他妈喜欢孩子呢，啊？我发现他四舅最近这是喜欢孩子呢。啊，老爷，你这问号打的，你是想问什么？嗯，啊，俺家四哥是最近喜欢宝宝，最近想跟孩子玩。我突然发现了，兄弟们，啊。你是养狗发财，15000多，500都不要。是铁子，我跟你说，咱家这狗吧，有想要它的啊，可能说啊，他想出多少钱再要，但是不想要它的。说句实话，老铁们，就我这个小狗，我给我爸啊，
我倒搭的，我爸都不带要的，兄弟们，啊，你不需要他的人，我想给我姥爷，给我爷爷，啊，你给我爷爷，我白给我姥爷，我倒搭，我姥爷，我说你爸家给我养下吧，我给你养老，他都不带要的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，啊。咱家小狗再说一个，兄弟们，我刚才也说了，咱家小狗现在就预定出一只，这个小狗还不卖，对不对？我都说不卖了，你们非得问我，兄弟们，啊，再说那价格也不是我出的，老铁们，那价格也不是我出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也没说多少多少钱卖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也不是我出的价。哎，还整一个，你家狗一万五。啊，500块钱我都不要，你看，这不矛盾吗？前后，兄弟们，多少钱卖的？咱家就卖了一个小狗，10000块钱卖的，啊，那个大哥咱早就答应人家了，俺家老大没，俺家老大还没发情的时候，没啊，俺家老大还没生的时候就答应人家了啊，我这个人，兄弟们啊。答应人的事儿就必须做到，要不就别答应，知道吗？答应人的事儿必须得做到啊！过来，来来来，你这样来，老四在这看着吧，在里头看着吧，老四啊。小宝其实欺负的四舅，其实这帮小狗狗吧，兄弟们，这帮小宝吧，还真就是喜欢的四舅，知道吧？他只有喜欢才亲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那打是亲，骂是爱，只有喜欢才亲呢，啊？是不是四迷糊，我四哥啊，是不是？我四哥哭了，四哥被这俩小狗给虐的，好像老四说了，啥时候被这俩小狗给虐过呀？啊，嗯。兄弟们，咱家不卖狗，本身就不卖狗，咱不用谈论这个话题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大家唠点开心的事儿，好吗？兄弟姐妹们，咱们唠点开心的事儿，咱看会儿老四，行不行？老铁们，啊，这三爸爸也不是说拿繁殖这个狗去赚钱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开开心心的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啊，谢谢大家伙，别纠结这个事儿，没有用，兄弟们，真事儿。啊，咱有的时间看会儿俺家老四。你不能说铁子，你说你家狗都吃了一半了，说俺家狗不愿意吃，那指定是退不了了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啊，联系咱家客服啊，知道吧？你前一阵我就碰着一个，你这老爷，俺家狗不太愿意吃狗粮，我说咋回事啊？别的狗都愿意吃，俺家狗不愿意吃，我说你家狗粮剩多少了，给你退。啊，我现在还剩10来斤儿，那10来斤儿，那我咋给你退呀？是不是？啊，现在人真是，我真整不了，兄弟们，真整不了。哎呀，想买狗粮，我没有支付宝，我想买狗粮。你等会儿啊，我给你上一个链接啊，我给你等会儿啊，兄弟们啊，我把手机支这块儿，你们看会儿老四啊。我给你上一个微信支付链接啊，等一下子，兄弟们，嗯，四哥呀，你在里边看宝宝啊，四哥啊，看孩子啊，等会儿上一个，兄弟们，等会儿上一个啊，微信支付链接啊，我得设置一个秒杀的。狗粮149一袋啊。
啊，139一袋啊，双十一的活动价，兄弟们啊，双十二的活动价啊。多少往事，小狗卖不卖？不卖，兄弟们，咱小狗不卖啊！我家里就这一只了，我也不舍得卖，兄弟们。啊，一个我等我吸烟吸烟的兄弟们，等三元爹吸烟够了，没人我就卖了啊！但咱家现在是不卖啊，139。啊、哦，我现在上一个啊，老爷什么，老爷票都送给你了，感谢 ZSY 啊，谢谢 ZSY， 我现在上一单，兄弟们，老姐们在最后一个链接啊，你们想买狗粮的，我们那个支付宝没法支付的话，你们可以微信支付啊。现在我正在讲解这个链接 ,139 啊，秒杀价139一袋啊，咱家狗粮兄弟姐妹们啊。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啊，兄弟们啊，双十二，咱因为咱家有好多好朋友们啊都吃咱们家狗粮啊，到时候三万八在这搞活动你们都看不见啊。好吧，在最后一个链接啊，微信可以支付啊，老师看孩子呢。咱家小狗头一顿添狗粮啊，一会儿我给他们上狗粮啊，一会儿给他们添狗粮，兄弟们啊。一眨眼功夫，这两个宝就睁眼睛了。哎呀妈，这都多少天了，兄弟们，这都多少天了，两口睁眼睛了。老四啊，你抱抱他，老四你抱抱宝宝，四哥啊，抱抱宝宝啊。好，四哥你哭啥呀、哎、你说你哭啥呀、哎、老四啊，老四你抱他，抱他，老四那躺胳膊上，躺胳膊上啊，宝宝躺胳膊上啊。好，躺胳膊，舅舅抱抱，舅舅搂娇娇啊，舅舅搂娇娇啊。好好好，乖乖的，舅舅搂娇娇啊。好宝，好宝啊，好宝，好宝，舅舅搂娇娇啊。好好好好，睡觉觉了。好好啊，舅舅搂，舅舅搂，他不听话怎么办，老师啊？他不听话怎么办？来，你也来，你也来，舅舅，舅舅搂娇娇，搂两个，搂两个大外甥女儿，来，舅舅躺这儿啊，搂两个大外甥女儿啊啊，好，好啊，啊，好孩子，啊，好孩子啊，舅舅哄宝宝啊，舅舅很难，舅舅太工作太忙了，啊，两个宝宝。舅舅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哄你们啊，好了，好好好好啊，搂一个吧，这家都不愿意跟舅舅在一块儿，都不愿意跟舅舅在一块儿，老师听话，嗯，俺老师特别温顺啊，兄弟们啊，老师特别的喜欢孩子，四哥特别喜欢孩子。看看小迷糊，小迷糊在这干仗呢，跟三幺两他在这干仗呢。然后小迷糊可愿跟三幺两干仗了啊，娘亲舅大呀。看还是老四看孩子有意思，兄弟们，还是老四看孩子有意思啊。
你就让他们跟他表哥玩呗。哎呀，他跟表哥有啥玩的呀，兄弟们啊？我就整不明白，老铁们，你说跟那个大表哥有啥玩的吧？你说那表哥，兄弟们，你说他那个表哥啥也不是，也没上过学，也不聪明，成天就会拆家，啊，而且还没咬我，兄弟们，你说这个表哥有，你跟他玩啥呀，兄弟们啊？那有意义吗，兄弟们？你们说有意义吗？那老四还能好点，你老四多温柔，兄弟，你看老四多温柔，你看看老四哄宝宝多温柔，你看看，哎呀妈，老四会哄孩子，兄弟们，表哥是啥呀，那表哥呀，老四多会哄孩子呀，兄弟们啊，啥也不是。哪个是石榴下蛋宝宝啊？下播的啊，下播的感谢大家伙啊。嗯，老四肥了，那老四，老四最近心情好，哎呀，老四最近心情好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出来老四喜欢他们吗？老铁们，你们能看出来老四喜欢他们吗？啊，头一回，兄弟们，你们是咱直播间好朋友们，是不是头一回？小狗多少钱？小狗不卖，兄弟们啊，小狗不卖啊。咱家狗粮，咱家狗粮活动价是139一袋，兄弟们啊，139一袋啊。比瑞吉诺瑞三拼粮20斤狗粮啊。老四头一回这么，真的，从来没这么说清醒过，老四，老四太幸福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哎呀妈，干啥呢，老四？都过来找舅舅来玩来了，别想跟表哥一样去啊。表哥，你们想让狗狗跟表哥玩啊？你家狗狗多少个了？就这几个狗狗，兄弟们，咱家就这几个狗狗。啊，老四不喜欢的东西绝不可能这么主动，所以老四指定是喜欢。你看，跟这个宝宝玩的，你先跟他玩的，你看看。宝宝也喜欢舅舅，舅舅也喜欢宝宝，啊，他没有骨血，什么？一包多少斤？一包20斤啊！他没有骨血罐，那当然进了。这是亲外甥女儿，兄弟们，啊。老啊，这帮宝宝是俺家老大的亲老大生的，老大是我们家老四的亲姐姐，啊，老大是老四的亲姐姐，小迷糊，兄弟们，他是老四的亲儿子，兄弟们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兄弟们，小迷糊是这帮小狗的亲表哥，老铁们，亲，那是亲表哥呀，兄弟们，亲的，啊。你家一共多少个狗狗了？小狗还不卖，兄弟们，这个小狗不是不卖，而是现在不卖，兄弟们，啊，而是现在不卖，啊，我兄弟们不是说不卖给大家，兄弟们，咱就这一个小狗，我打算留着它，知道吗？我打算现在留着它，啊，兄弟姐妹们，跟狗多少没关系，啊。狗是多了，我也知道多了，兄弟们，但是咱现在总共就两个小狗狗啊，我想选一个离咱们近一点的，知道吗？离我们家近一点的啊，毕竟是我们家 Seven 的孙子，兄弟们，毕竟是俺家 Seven 的孙子啊，这两个都留着，不，那能都留着吗？那都留着咱家不成动物园了吗？兄弟们，咱家现在已经成动，大表哥来，他表哥呀，他表哥过来，来，小苗来，小苗过来，小苗下来，来，小苗下来，来，好，他表哥过来，来，老四你出来，老四，老四你出来吧，老四，老四你出来，让表哥让你儿子跟他玩会儿啊，好，老大进去了。
完，老大爷进去了。你是园长，可不呗，这不成动物园了吗？欢迎大家伙来到咱们家的直播间。哎呀呀呀呀，小迷糊，你他妈你是捣乱的吧，小迷糊啊？啊，你进来是捣乱的吧你？啊，是不是捣乱的你？啊，感谢纯洁，谢谢纯洁啊。139是多少斤？20斤，兄弟们，咱俩狗粮139，20斤啊。比瑞吉诺瑞的，兄弟们，你们没，我都记住很多遍了啊。咱家这款狗粮呢是20斤啊，而且呢是比瑞吉上海比瑞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，兄弟们，生产企业啊，上海比瑞吉的啊，一袋狗粮20斤，而且是三拼粮，兄弟们，这里头还有海藻条、牛肉粒、卵磷脂啊，三拼粮，看着了吗，兄弟们啊？这里有三样东西，海藻条、牛肉粒、卵磷脂啊。139一袋，兄弟们，139一袋啊。平时你对小迷糊的态度好点。老爷擦点护手霜吗？没事，我总是给他们打扫卫生，总是带他们出去遛狗去。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打护手霜的话，老铁们，我要是打护手霜的话，我这手啊，我得洗多少回，一天我得费多少护手霜吧，老铁们啊，我这手一天得洗多少回吧？是成犬粮吗？成犬、幼犬，就是说兄弟们，咱家这狗粮，老铁们，咱家这个狗粮啊，1岁以下的狗狗可以吃啊，1岁以上的狗狗可以吃，7岁以上的狗狗都可以吃，知道吧？啊，成年犬、老年犬都能吃啊。咱家这款狗粮呢比较适合3个月以上的狗狗，兄弟们，3个月以上的所有的狗狗，只要你家狗是狗，只要你家养的宠物是狗就可以吃啊，因为是全犬全价粮，兄弟们，营养价值非常的全面，全价粮适合所有的狗狗吃啊。大的拉巴的多少钱？发货，廊坊燕郊、发货啊，发货啊、好了，好了，老四出来，老四出来，老四出来吧，老四啊，老四出来，老大爷出来吧，老大爷出来吧，老大爷不能喂宝宝了啊。狗粮多少斤？狗粮是20斤，兄弟们，10公斤，10千克的啊，咱那狗粮是10千克的啊，20斤。没有10斤的吗？没有10斤的，啊，没有10斤，咱家狗粮卖的非常好，兄弟们，啊，没有10斤的狗粮，啊，这给宝宝们整的饭，宝宝们今天头一天，啊，小宝宝们他们今天头一天吃狗粮，兄弟们，头一天吃狗粮，给他们拌一拌，啊，我得给他们放点羊奶粉。头一次吃狗粮啊，小狗头一次吃，看人家小狗喜不喜欢吃，兄弟们。嗯，这狗粮特别香啊。这个咱家我给这个小狗吃的狗粮叫奶糕，兄弟们，咱家这款奶糕呢就适合5个月以下的小狗吃啊，5个月以下的小狗吃啊。这款奶糕，小狗满月了吗？今天昨天满月了吗？哎，今天是10号吧？今天几号？今天10号吧。今天10号，今天刚满月，老铁们，会吃吗？我不知道会不会吃，但是我要尝试的给他们吃啊，对不对？我要尝试的给他们吃啊，啊，给他们添点羊奶粉，多少钱？20斤，139啊，咱狗粮139，20斤啊，给他们放点羊奶粉。放点，少放点啊、但是他们少吃点，别让他们吃那么多，我估计他们也吃不了太多，兄弟们，我估计这俩小狗也吃不了太多啊，别太热了，凉一凉，再凉一凉啊。小迷糊，我看去给小迷糊馋的，我看现在，我看小狗有没有食欲啊，兄弟们啊，
我看咱俩小狗有没有食欲，看看。哎我靠！哎我靠！嗯？大小应该泡一下，我现在给他已经给他们泡过，他们现在好像找着味儿了。他不知道啥玩意儿，他不知道啥玩意儿，太干了不会吃。没事没事，他俩现在不知道啥玩意儿，知道吗？你再给倒点水，不会吃，不是不会，他俩不是不饿，兄弟们是不会吃，知道吗？因为俺家老大的，俺家老大的奶，我感觉现在已经满足不了他俩了。45天再吃，现在小呢。我再放点水，再放点水啊。我这个狗粮我放地下就没了，因为这个狗粮我放地下就没了，大狗就给吃了了。嗯，已经泡得很碎了，兄弟们看看，已经看不着块儿了，看了吗？奶糕特别香，这款狗粮，狗不能吃牛奶。我放的是羊奶，兄弟们，羊奶粉，给他们放的是羊奶粉。你说他俩还不知道咋回事呢，这个，嗯，估计就是不会吃。我给他们整个盆儿啊，我家狗什么狗粮都不吃。我跟你说吧，你家狗不吃狗粮，多数是因为咋的？啊，都说是你家把你家狗给喂馋了，知道吗？狗狗怎么可能不吃狗粮呢？我就不相信你家狗不吃狗粮。从今天开始，兄弟们，啊，你们买完狗粮之后，你家狗不吃，你就给它放着，什么时候看它，你看它饿不饿，饿的时候它就吃了。啊，就咱自己家养的狗狗，兄弟们，咱自己家养的狗狗一定要给狗狗养成吃狗粮的好习惯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，虽然说这个狗粮比咱正常吃饭贵啊，肯定是比正常你给它一些剩饭剩菜贵啊，你给它剩饭剩菜啥的它肯定是便宜，但是狗啊还是吃狗粮好啊。如果你要真正喜欢你家狗的话，如果你要真要是把它当成自己的伙伴，当做自己的朋友的话啊，你给狗狗吃狗粮，知道吧？狗粮里头含有丰富的营养，知道吧？你人吃的东西啊，虽然说也有营养，也不能说没有营养，但是呢，它那个营养吧，啊，不适合狗狗吃。嗯，啊，我先给它俩吃，热不热？不热呀，不热。我家狗狗也不吃，都是弄点肉配着吃才吃。你就饿着它，我跟你说，1块钱一斤的也买个狗狗，天天给它吃狗粮。你不管啥狗粮，兄弟们知道吗？你不管啥狗粮，你给狗吃狗粮就行。便宜的狗粮，它有便宜的狗粮啊，它营养就是有便宜的好处；贵的狗粮有贵的好处。知道吗？嗯，你看他吃不吃，兄弟们？你们看他吃不吃？大家兄弟姐妹们，咱直播间的好朋友们，如果有买那个什么的啊，有想要那个咱那不是那个有那个巅峰票的兄弟们，大家整点巅峰票呗，给三兄弟行不行？啊，老铁们，大家免费领取点免费的巅峰票，给三兄弟整点，我给他往鼻头抹点，小狗吃不吃？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呢？妈，他不会吃，小明是不是？滚！你也配！
来，狗粮降价了，对，狗粮降价了，兄弟们。哎，他吃，看到，他吃。哎，你俩一块吃呗。哎，来，起来，来，起来，感谢大家送来的电风票啊，谢谢啊。二会吃，老大呢？老大吃不吃？啊。太吃了，太吃了。这老大啊，老大在吃呢。二呢？二也吃。二来，咱一块吃。那二，你俩一起吃。对，二，你俩一块吃。哎，好宝宝。嗯，好宝。头一回吃狗粮，兄弟们，他俩。嗯，头一次吃。不要吵小明，哎，不能洗脚啊，跟谁学的，等他吃习惯就好了。哎呀，老大吃好了，兄弟们看看，啊，真可爱呀，小样的，看看小样的。哎呀，你不吃啊，二。看看这俩小狗，看看多漂亮，兄弟们啊！嗯，大家有平时买咱家狗粮的啊？咱家狗粮比瑞吉诺瑞三拼粮，兄弟们啊，今天便宜了啊！平时是149一袋，今天是139，咱家双十二的活动，兄弟们，大家还没有囤狗粮的，大家赶快囤狗粮了，兄弟们啊！双十二的活动啊，大家赶快囤狗粮了啊！下方小购物车第六个链接啊，可以领一个50米的券。他俩现在怎么了，兄弟们？他俩现在哇，长牙了。老大现在也不让他俩吃了。不，你干啥呢，小迷糊？啊？啊，上这吃，上这吃。啊，宝宝上这吃，上这吃，大家伙都看不着你们俩。啊，大家伙看不着你们俩。哎，宝宝上这吃啊，上这吃。啊，这边大家伙能看着你们俩，好，在这吃吧。在这吃吧，啊。这大表哥。这吃好了，兄弟们，知道吗？他俩其实没吃，你们信不信，兄弟们？他俩没吃多少东西，买了一袋还没吃呢，又刚才又下了一单，啊，分两个盆，一个盆就行。他俩本身吃不了，没吃多少东西，他俩舔着吃。哎呀妈，给你捡了去，来给你们捡了去。会吃饭了，10公斤的吗？对，10公斤的啊，狗粮139，10公斤啊，三拼粮，比瑞吉诺瑞的。叫啥呀？叫啊啊！真快，一晃小宝会吃东西了，嗯。这是刚满一个月，兄弟们，上个月10月10号啊，上个月11月10号，兄弟们啊，11月10号到今天为止12月10号，你们能有没有个表哥的样啊，小明啊，啊，你有没有个表哥的样啊？嗯，好，二不吃了，二啊，二吃不吃了，二，好啊，二，是不是二吃啊，二吃，二吃，嗯，长得真像他姥爷，
肚子饱了吗？老爷看看肚子饱没饱啊？太老爷看看肚子饱没饱啊？太老爷看看肚子饱没饱啊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大宝啊？大宝，你吃饱了？哎呀妈，这圆咕隆咚的小眼睛，兄弟们，看看小狗，圆咕隆咚的小眼睛啊，洗爪啊，洗爪啊，啊，吃饱了呗，这是啊，这吃饱了呗，啊，像老大，他像老大的小时候，这小狗又像老大又像小精，又像老大又像小精啊，真好看。你说你这个，你说你这个当表哥的啊，小明啊，你说你这个当表哥的啊，真的，小明，真的，我服你们。二吃饱了吗？二，看二吃没吃饱，看二肚肚吃没吃饱啊？二肚肚饱没饱？看二肚肚饱没饱啊？啊，二啊，二肚肚饱没饱？二自带黑眼圈啊？你怎么有黑眼圈呢，二？啊？二有黑眼圈。其实老大好看，兄弟们，你们发现了吗？这个小老大长得真好看。啊，太好看了，老大好看是不是？老大爱吃呢，老大，老爷看肚子饱没饱？不吃了，老大，不吃了，啊，不吃了啊，看老大什么样啊？哎呦我天哪，你看这老大，你看老大，哎哎，小黑眼睛，哎你看啊，这儿呢，这儿啊，这老大真贪吃，这老大真贪吃啊啊，来再给你拿一粒啊，来，老大真贪吃啊，是不是？他不会嚼，那不会嚼呢，你看小爪，兄弟们，这小爪多黑啊，老铁们，这小爪多黑，真好看。现在胖嘟嘟的啊，现在他这个体重得有5斤多5-6斤啊，得有5-6斤。狗粮139一袋啊，比瑞吉诺瑞三拼粮，兄弟们，比瑞吉诺瑞三拼粮啊。粘牙上了。进来刷盆了，快来快来快来，进来刷碗了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进来刷碗去去去去。他们几个喜欢刷碗，兄弟们。来三位来，进来把刷碗刷碗刷碗了，快刷碗去。哎呀妈，这干啥呢这是啊。这狗粮可喜欢吃了，他们。实则估计能10斤吧，也就10斤吧。这小狗就5斤。咱16斤。16是16斤，兄弟们。你说他们几个啊。都非常和谐，他们几个都非常和谐。我跟你说，咱家这款就是我刚才喂小狗这个狗粮，咱家这帮小狗都是吃这款狗粮长大的。俺那Seven呢，老大和老四啊，都是吃这款狗粮长大的，他们。狗粮非常好吃。都不护食，都挺好。这盆刷的，兄弟们，你说这盆我还用刷吗？啊？这盆我还用刷吗？哎呀妈，这盆锃亮啊，兄弟们，这盆锃亮啊，我都不用刷了，你说这，真干净，这刷的真干净，快回家吧，宝宝。这谁？是老二吗？老大呀？
是大宝吗？是大宝吗？大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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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。六个月巨贵能吃多长时间？一袋狗粮，六个月的巨贵，咱不知道啊。我估计能吃一个月，啊，我估计能吃一个月。刷啥呀？真干净。泰迪被老爷怎么得太丑了？你说谁呀？小迷糊石榴啊？小石本身他就这样式的，兄弟们。小石本身就这样式的，不是说我给他整的不好看了。小狗不卖，兄弟们，咱小狗不卖啊！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小迷糊，咱直播间4300人，兄弟们，大家点点亮呗，老铁们，咱 T3爹点点亮呗。白菜几天到天津？辣白菜的话，基本上那个两天多吧，兄弟们，两天多就能到天津啊。咱家是从发货那天开始，兄弟们啊，不是说从你拍完开始，是从发货的时候开始啊。大家没点亮 T3 爹点点亮，兄弟姐妹们啊，感谢大家伙。辣白菜太好吃了。谢谢大家伙的鼓励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的鼓励啊。咱三万家，哎，老铁们，三万八今晚拍段有没有意思？老铁们，我晚上拍段子有没有意思？有意思的好朋友们，兄弟们，感谢咱三万八拍有意思的，大家给点个爱心行不行？给点个亮啊，给点个评论行不行？感谢大家伙。我要螺蛳粉。我家泰迪怎么不胖啊？不胖有很多种原因，可能是你家狗狗肠胃不好，知道吧？可能是肠胃不好啊，也可能是怎么的呢？你家狗狗消化不好，不愿意吃东西，不愿意吃狗粮，或者是营养吃东西营养价值不行，知道吧？吃的狗粮不好，劣质产品啊，它就不行啊。老爷，你嗓子怎么的了？我不知道嗓子咋的了，突然之间就这样式的了，突然之间就这样式的了。哎呀，老大呀，让老爷看看你，老大来，让老爷看看你，我给你举高高。你咋这么胖呢？啊，老大，你咋这么胖呢？这小狗咋这么胖呢？啊，你咋长的？啊，你咋长的呀，小老大？你怎么长这么胖啊？你吃什么好吃的了？蒜眼皮，看小鼻头，看这个眼睛，啊，看嘴巴子，兄弟们，小狗多肥，这小狗多肥，嗯，这小狗可好看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。快跑，他舅，啊，他表哥，照孩子去下，他表哥，老爷教育的好，啊，给咱家段子，点点亮，兄弟们啊，然后咱们给榜一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咱们给榜一点点关注，啊，榜一呢是俺家三万的大孙子，兄弟们，啊，给俺家三万的大孙子点点关注我，兄弟们啊，一号麦啊，三万你要干啥？哎呀我的妈呀，三万又盯上苹果了。又想吃苹果了，这你们几个啊，咋这么多尿呢？啊，少喝点水啊，都少喝点水。狗粮下架了，没下架呀，狗粮没下架啊。狗粮在咱家下方小购物车第六个链接，189一袋啊。想吃苹果了。三万想吃苹果了，真干净。炖狗的节目录一个。行，兄弟们啊，咱明天录一个炖狗的节目啊。你说谁一口小白牙？小迷糊一口小白牙啊？啊？小迷糊一口小白牙。狗粮是几斤的？狗粮是20斤的，兄弟们啊，狗粮是20斤，10公斤的啊，138吗？139啊，139。录个炖小迷糊的，炖小迷糊不行了。
炖小迷糊现在已经没人管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小迷糊已不再是年轻的时候了。啊，小迷糊已经不再是 小时候了。小的时候俺家三位还能管一管。现在这个时候基本上没人管他了。我把小迷糊下锅，老铁们，基本上这帮小狗都拿着碗筷就过来了。啊，就开吃了。不行了，已经不是小时候了，时过境迁了，兄弟们，啊，老大，已经时过境迁了。老四血压高吗？老四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了，他不喝没事，兄弟们，啊，也不是说不喝没事，兄弟们，俺家老四吧，石榴不发情就没事，他不碰着母狗就没事。碰着发情的母狗就不行，小迷糊石榴，老四碰着发情的母狗就不行，都是绝活。幼犬可以吃吗？幼犬，适合兄弟们，咱家这款狗粮适合三个月以上的狗狗吃啊。幼犬可以吃，但是你家幼犬得三个月以上才能吃，啊，可以吃。老四喝的啥？老四喝的啥？投放真准，比熊可以吃这款狗粮啊，比熊可以吃啊，啊，没下架，兄弟们，没下架啊，在最后一个链接呢，狗粮在最后一个链接呢啊，你咋教的狗狗好听话？其实俺家 Seven， 我跟你说，一点都没教，我都没教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。55沐浴露几瓶？55两瓶，啊，咱家三羊就是日积月累的，每天都在培养他，每天都在让他跟着我一块拍视频，跟我互动，知道吧？时间长了，兄弟们，时间长了，他就是一个习惯了，知道吗？一个条件反射，狗狗都讲那个条件反射，知道吧？啊，不是说狗狗多聪明，而是狗狗总做一件事，他能记住。啊，就比如俺家 Seven， 他总去做这件事，他已经记住了。啊，我每天让他干啥，我让他干啥，我一个动作、一个举动、一句话，哪怕是一个表情，啊，他都知道要去干啥。Seven 就是那种，啊 ，Seven 已经是习惯了，习惯了咱们这种生活方式啊，小弟，他们都已经习惯了，都知道我拿手机干啥呢，兄弟们，真的，你信不信，兄弟们，他们都知道我拿手机干啥呢？那老四肯定天天寻思呀，那老爷这个傻子，他对着手机天天说啥呢？在这块儿，他都知道，他们几个都知道，什么时候该表现自己啊，什么时候该展示自己啊，都心里有数。那老四为什么，兄弟们，为什么老四在直播的时候，有时候啊，他不困？为什么说每次到拍段的时候，老四就困呢？你说可能说我故意让他睡觉的？啊，原来一贯直播就不抄不咬沙发了，真搞笑。用鼻子拱也是俺家 Seven 的，也是俺家 Seven 的特长啊。俺家 Seven 习惯了啊，习惯用鼻子拱了，就什么事儿他想都想经过他那个鼻子。石榴咋不吃呢？石榴啊，石榴你咋不吃苹果呢？石榴啊，石榴宝宝，啊，你不得劲儿，石榴，啊，这小石榴心情不好啊，石榴啊，嗯，天天吓唬老四，怪可怜的，我吓唬他干啥呀，兄弟们？我吓唬老四干啥呀？我不用老四拍段子吗？我也没吓唬他呀，吓唬他干啥呀？石榴是不是有了？没有，兄弟们，石榴没有啊。喂小石榴拿个肉干吃，兄弟们。喂给咱小石榴拿个肉干吃啊，小石榴没有。石榴拿个肉干吃啊，好宝贝儿啊，吃吧。来你们几个吃苹果去，大家没点亮咱们点点亮，兄弟姐妹们啊，咱们点点亮啊啊，然后呢兄弟姐妹们，有想买咱家石板大米的啊，给大家看看咱家石板大米，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二个链接。啊，咱们家石板大米卖58米10斤，兄弟姐妹们，
58米10斤啊，大米是家家户户都能吃上的大米，兄弟们啊，我希望大家买单，咱家大米，咱家大米绝对是好大米啊，老铁们啊，石板大米，产自响水大米核心产区啊，老铁们啊，这一袋大米呢是10斤啊，产自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，兄弟们啊，产自渤海镇的啊，这个大米一看就好吃，在咱家下方小购物车第二个链接，老铁们，第二个链接啊，我给你们仔细看看这个大米，兄弟们啊，你们看咱这个米好不好啊？嗯，老铁们，58米10斤啊！我敢郑重承诺，兄弟们啊，我卖的这个米，我给你们看的这个米，啊，和你们收到的大米是一样的啊。我给你们看的大米和你们收到的米是一样的啊。我那家两城市有病例了，质量没得说。这俩小宝又睡觉了。米58米，对，米58米10斤啊，这么便宜好吃吗？那怎么不好吃呢，兄弟们啊？石板大米，咱卖这个价虽然说已经很低了，但是呢，咱米绝对是好米啊。三，你要干啥？啊？三，坐下，坐下，咱们。三想吃肉干，我看有没有肉干了啊？刚才给石头一个。啊，我刚才给石头一个了啊，兄弟们啊，好，给了石头一个，给老大一个，啊，给老四一个，啊，给三位一个，先给小牛一个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小牛啊！再换一个，嗯，好了，都有份儿啊，都给了，再给石头一个啊！不是我，兄弟们，不是说我向着石头，而是我看今天晚上小石头没吃苹果，小石头今晚没吃苹果，啊，这小石头才尖呢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这小石头才尖呢。米一袋5公斤，10斤装的吗？对，一袋5公斤，10斤装的啊。这大米，大米非常不错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可以买一袋的大米，非常香啊，好吃，香香米，长粒的，粒非常长，兄弟们啊。这大米在咱下方小购物车第二个链接啊，石板大米啊，买1000斤米送一只狗行不？1000斤米。你买10万斤米，咱也不能送狗啊，兄弟们。啊，咱小狗不卖呀。大家不要说这个没有，可以说，兄弟们，三爹说了，咱不要唠这个啊，这个话题了。石头挺胖，背挺宽。那就是5块钱1斤吗？石板大米相当于5.8块一斤呗。小狗小宝的爸爸是谁？小宝爸没来，没来啊！小晶啊，小晶，兄弟们啊，大家可能不知道。哎，来老铁们啊，咱三元家好朋友们啊，那个大家有票的啊，兄弟们。有那个巅峰票的，咱替三爹送点那个巅峰票好不好？咱整点那个巅峰票吧，行吗，老铁们？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！还有，哎呀，还有6分钟也上不去了。现在是116名，全区116名啊，116名。上不去了。这么地吧，巅峰票也不用了，兄弟们，
咱不能交了啊。电风票也不用了，我们那家啥样了？你要干啥呀，三万啊？你要吃饭饭啊？三万也要吃狗粮，三万也要吃狗粮啊！三万吃饭饭啊啊！爸爸整饭饭吃啊，好，听话。少整点。放点鱼油，放点盖。我操，盖没了。就是盖没了，这么地吧，盖没有了。来，三哥来，过来，吃吧，分盆吃。我就不分盆，我看你们几个能干仗是咋的？啊？道德绑架，大米有几十元一斤的，质量有差距，好不好？别黑主播，五块多还贵呀！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咱这是石板大米，知道吧？老铁们，你们上那个某宝上，上哪？你们查一查这个石板大米。啊，我们那边有机场吗？有机场。啊，你们查一查这个石板大米，查一查这个响水大米，兄弟们。便宜的米咱这也有，知道吧？我敢给你保证，兄弟们，三爹指定不是拿那个便宜的米糊弄你们，知道吧？啊，俺们这块那个米，长粒的米没有便宜的，长粒的米没有便宜的。就咱们这超市里头，兄弟们，就咱家这个米，超市里头都卖79、89，那你做成米砖的？兄弟们，这大米做成米酸的都多少钱了？都得卖到100多啊！纸呢？卫生纸呢？没卫生纸吗？来个纸抽。给你的鞋呀、帽啊，真是。狗给拆了吗？做游戏吧，玩游戏吧，等会儿做游戏啊，兄弟们啊，等会儿做游戏啊，马上做游戏，快吃不起米了。便宜的米也有，但是咱家卖的绝不是，我不会说拿那个便宜的米糊弄你们，兄弟们。啊，你们兄弟们，你就说这个米，你们就上超市里头看去，这个米能卖多少钱？长粒的，在你们当地买的话，都多少钱吧？啊，而且呢，那个米你一拿出来特别香，啊，我跟你说，那稻花香米都来咱们牡丹江拿大米，知道吗？稻花香米都来咱们牡丹江拿大米，米香吗？肯定香啊，肯定有香味儿啊，啊，东北大米嘛，5块多一斤，看小狗吧，啊，咱一会儿做游戏啊。你们几个能好好吃饭不？都惦记又三又惦记那苹果去了，你瞅瞅。问问题不理我啊、嗯！润龙击剑，我好啊！天天看你的和狗狗，谢谢啊！润龙击剑，我看还说啥了？不好意思啊、嗯，润龙击剑，实在是抱歉啊，说话人太多了。润龙击剑，没看着啊，
咱们玩吧，小明啊，啊，老师啊，啊，在那儿呢。啊，行，咱今天不介绍了，兄弟们，咱不介绍了啊，这太多带节奏了，咱不介绍了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啊，就做游戏，我不介绍了。会不会粘胡子？会不会粘胡子？什么意思？粘胡子，我们都困了。来，老师，来，四哥，坐好了，我给你找零食啊。呀，有没有零食呢？肠，给弄八肠吃啊。来，看我这还有啥？肠，肠，还有一个截止棒，这个一会儿奖励给他们截止棒。谁跑第一，给谁吃？还有眼膏吧，眼膏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小明，起来。好，咱们抢肠啊！连起来看，连起来看，润龙基建，雪纳瑞，想买截止棒，雪纳瑞，想买截止棒的雪纳瑞，你可以拍第七个链接呀，39.9块四罐啊，咱家那个截止棒39.9块四罐，有截止棒，我让他们抢截止棒吧。截止棒呢？啊，截止棒呢？我想买狗粮，敢问也不说。狗粮在最后一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那个139一袋啊。哎，截止棒呢？哎，截止棒呢？你们几个看没呢？截止棒上哪去了？拍了辣白菜了。截止棒咋没了呢？嗯？纸巾还在这屋呢，在柜子里。哎，你们在柜子里看着了吗，兄弟们？看谁抢最快啊！看谁抢最快。哦，你说大的那个不是那个大的，兄弟们，不是这个大的。嗯，在这儿呢，找了，找了，在这儿呢啊，这个截止棒啊，这个截止棒是，这一罐呢是这一罐，兄弟们，这一罐是35根啊，咱家四罐总共是140根啊，四罐是140根。把口粮放下来，现在都抢零食吃。好，借一下魔那个辣魔芋，兄弟们，咱等会儿吧，你等会儿介绍吧。这个，咱直播总卖货了，咱不能总卖货呀，是不是兄弟们？咱不能说总卖货啊，咱玩一会儿，介绍一会儿也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的话有好多朋友们都已经反感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不想让大家伙反感，咱先玩一会儿。然后再做 ，OK 不，兄弟们？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啊！来，过来来，先过来来，坐好了，老师坐好了，想截止棒吃啊，都坐好了，一人给分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哎，过来来，坐好了，啊。我看你们谁都抢第一啊！三坐一下，坐好了啊，站好了，坐好了啊！我看你们谁能抢第一，我就奖励给谁一个麦芽棒吃啊！等我手落的时候，你们开始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个小迷糊，兄弟们，你们瞅见没有？啊？你们看不着这个小迷糊，再来一回。这小迷糊抢的太牛了啊！说大米怎么了？来，都说不提大米了，你们咋还没完没了？
行了啊，兄弟们啊，那个支付宝买不了玉米棒，买不了玉米棒，后天再买，兄弟们，后天三月中午的时候播一个宠物专场，好吗？兄弟们啊，来，再来，你们几个谁抢了谁吃，老四过来，老四来，啊，谁抢了谁吃啊？来，看谁吃的次数多，来啊，坐好了。好，三过来，来来来来来啊！看谁抢了四十多啊！好，老四坐，老四坐，老四坐，四哥坐。啊，老大坐，三哥坐，十人坐，十人，十人坐，十人。啊，预备，啊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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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过来过来，三老四坐，好了，三坐三过来，三坐，三坐坐坐坐坐坐坐。你别抢了，你就抢两根了。预备，老四坐，三哥坐。好，小云坐，坐好了啊！预备，还得是三万呢，兄弟们啊！小迷糊飞了。把小迷糊一直放沙发上啊啊！兄弟们，你们想把小迷糊一直放沙发上吗？老铁们，啊！屋子里边养这么多狗，没有味儿吗？没有味儿啊！兄弟们，你们就是咱家养狗狗，指定没有味儿。兄弟们啊，你们如果感觉自己家狗狗有味儿的话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一下子啊，大家可以拍呢咱们家这个迪特除臭剂。啊，第十一个链接迪特除臭剂。如果你要感觉你们家屋里头养一只狗，你买一单迪特除臭剂啊，我敢保证，兄弟们，你用完这个迪特除臭剂，屋里的空气特别清新啊，因为咱们家每天都在用这个迪特除臭剂啊，39.9两瓶，兄弟们，39.9两瓶啊，感谢大家伙，来，过来三来，再来过来，再来过来，再来啊。老四过来，老四坐。老四坐啊，好，老大坐，好，十坐，啊，好，坐好了。预备。兄弟们，你们录屏了吗？啊，老铁们，你们录屏了吗？啊，大黄有两下子，是不是兄弟们？大黄果然是有两下子呀！啊，兄弟们来，咱们再把录屏啊，兄弟们啊，咱们再把录屏啊，那个。来，再想看小迷糊，看这把小迷糊还能不能抢着了。过来，来，老师坐，
四个多少，四个？啊，四个多少，四个？四个来，四个啊，好，来，往上坐，三个坐，十个坐，十个。十个十个啊，好，预备，真那么快，真快，兄弟们啊，兄弟们，你们说快不快，我他妈就看不见，我要看着的话真的太牛了啊。这也太牛了，能那么抢第一，我的妈呀，兄弟们啊，再来一回，再来一回，来，快点上来，啊，我们坐着，都坐着啊，再坐啊，好，石头坐，石头快来，石头都不想参加了，你看，石头都不想参加了，啊。预备，没抢着，来，老四来，坐好了啊，来，再坐，石头坐，石头坐，石头，你抢不着啊，石头，啊，让他坐着了，坐下。坐好了啊，好，坐好了。兄弟们，我在这个夹，小明在那个夹啊，我在放这个夹啊，注意到，听我指挥啊，预备。这果真抢不着。他果真抢不着，肯定抢不到，只有喊一二三才能抢到，我用手落地下的话能说能挡住小迷糊前进的脚步，知道吧兄弟们，我还是喊一二三好使，你们信不信兄弟们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，兄弟们有想买咱们家辣白菜的兄弟们，咱家辣白菜在第三个链接啊，第三个链接辣白菜16.9元三袋，拍一发三，兄弟们，甜辣的辣白菜，而且呢是一整颗的，兄弟们，回家需要自己切开啊，是一整颗的，兄弟们，不是碎白菜啊，碎白菜的话你不知道那个白菜是到底从哪来的，但是咱家一整颗的白菜非常干净，兄弟们啊，感谢大家伙，来，三块，来，老师坐，老师坐，坐，好，好，老大坐，好，三个坐。回坐啊，兄弟们，你猜，你们猜这把小迷糊能不能抢着？老铁们，你们猜这把小迷糊能不能抢着？啊？你们猜吧，这把小迷糊能不能抢着？他俩是个对假的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想让小迷糊抢着，小迷糊就能抢着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我想让他抢，他就能抢。看好了啊！不许动！坐好了，来，坐好了，老师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
三万坐好吧，三万来，三万坐好了，三万来。啊。弄啊，不许动。来啊。各就各位，一、二，操吧，谁都抢着了，这没有抢着了，你们看着了吗？你们看着谁抢着了吗？我没喊三，他竟然抢跑了。我没喊三，他竟然抢跑了，兄弟们，让他抢着了。啊，你们瞅见了没有，兄弟们？你没发现吗？我一数数的话，小明我指定能抢着。辣白菜是甜味的吗？甜辣的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辣白菜是甜辣的啊。16.9元三袋，派一发三啊！来，我再来，再坐下，再来，老四，啊，好，好，三来，坐啊，坐，使劲，坐，小明啊。啊，看啊，兄弟们，这把小迷糊好好的啊，不能玩赖啊，小迷糊啊，往后点，预备，回去，你给我回去，你回去不能抢跑，不能抢跑，一。二三，没抢着，小明竟然没抢着，地板太滑了，石头跑出来打滑。小石头好像一把都没抢着，兄弟们，我给小石头拿一个啊，咱小石头好像一把都没抢着，我的妈呀！这么背吗？啊，没抢着，抢着了。你看，啊，大家这一盒结实棒，兄弟们，拍一发四啊，39.9元四罐，兄弟们，第七个链接，39.9元四罐啊，总共是140根，老铁们，不许动。非常划算啊，140根，真服你了，咋训的？日积月累呗，兄弟们啊，天天都训，天天都训，时间长了就听话了，时间长了就听你的了，知道吗？嗯，楼下住人吗？楼下是咱自己家，老铁们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大家不用过多的担心，兄弟们，楼下是咱们自己家啊。感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，谢谢大家啊。我还没猜错的话，我现在应该被淘汰了。我看一下子，60进30，全是大主播呀！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，谢谢大家伙啊！嗯，现在不能叫了啊！我给你们一人一个，你们不能再吃了啊，好吧？都没少吃，老四。老大，好了啊，把眼泪都笑出来，谢谢大家伙啊，愿意看我们的直播啊。然后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零食啊，老铁们，好吧，看看咱家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。大家想拍的，你们可以去拍啊。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啊，这款爆米花挺好吃，兄弟们，第39个链接。爆米花，啊，这一箱，这一大箱9.9元，老铁们，这一大箱爆米花9.9元啊！有想吃爆米花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可以去拍的啊！
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五包，兄弟们，总共十五包，9.9。嗯，啊，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可以拍的啊，9.9，十五包啊，哎呦，挺好吃，这个。你看这爆米花，兄弟们，啊，甜不甜？还行吧，微甜。多少克？260克。膨化食品，直接压挤压型，混合口味，奶油味，焦糖味啊，兄弟们，9.9，兄弟们啊，9.9啊。嗯，这个真好吃，兄弟们，嗯。一共是15包。爆米花就是正常爆米花那个味儿，老铁们。就是正常那个爆米花那个味儿。海南不包邮吗？海南不包邮，海南有运费吧，是不是？海南有运费啊。大家有想吃的，兄弟们告诉你们怎么拍啊，这个。9.9这一大箱，兄弟们。9.9一大箱。怎么拍呢？总共260克，还是一包260克？总共260克啊！点开下方这个去购买，兄弟们去购买就可以了啊！看看这一大箱9.9啊！哎，怎么进不去呢？啊！兄弟姐妹们，你老是说兄弟们，其实我说的是兄弟姐妹们，兄弟们。啊，兄弟姐妹们，啊，我一个男生，我肯定愿意叫兄弟啊，我一个男生肯定愿意叫兄弟啊。9.9一箱，总共15包每箱，啊，挺好吃的，啊，这一箱挺好吃的，老铁们，你们可以去拍一单啊。爆米花，几天到天津？它基本上3天左右就能到天津啊，从发货那天开始，啊，48小时发货。我正常给你倒出来一包啊，父老乡亲们，江东的父老乡亲们，我洗手，我看这一包到底有多邪。就是懒，不想说四个字，我可没懒呢，兄弟们，兄弟姐妹们，我可没懒呢。我真没懒，发哪个快递？分地区啊，分地区。嗯，还有咱家这个纸巾，兄弟姐妹们啊，还有咱家这纸巾，你们想买洁面巾的啊，大家伙想有需要洁面巾的，你们可以去拍一单洁面巾。咱家这个洁面巾在第4个链接，39.9六卷啊，39.9六卷，一卷、两卷、三卷、四卷、五卷、六卷啊，六卷洁面巾39.9，一卷是50张，六卷总共是300张啊。这个洁面巾一张是啊，而且这洁面巾是纯棉的，老铁们啊，纯棉的，就是你用火一烧。碾出来全是面面，纯棉的啊，烧火那个味儿就跟纸烧纸是一样的啊，不是涤纶的，一烧完之后一股子焦味儿啊，这是纯棉的，非常健康，老人、大人、小孩都能用啊。感谢花魂姐姐，欢迎花魂姐姐啊，欢迎我花魂姐姐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姐姐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，谢谢啊。爆米花买了。我重新开一包，兄弟们，我重新开一包，你看这爆米花有多邪啊！一包啊，爆米花，买了姥爷家辣白菜的，很好吃，谢谢。啊，没多邪，兄弟们，就这一把，啊。爆米花是这样式的，兄弟们，啊，这爆米花
这一箱9.9啊，听到吗？声音非常脆，一箱9.9。想买外孙子卖卖，咱家不卖狗啊，老铁们啊。其实咱家兄弟们，你们看咱家有狗，我这不卖狗得罪很多人，咱也不知道为啥总是得罪很多人啊。新娘不发货吧？新娘应该不发货。这个不是我说的算，老铁们，这个不是咱家发货，嗯，一个月销量好几万单，啊、嗯，嗯。他们也累了，老铁们，他们这几个狗也累了，总是玩，总玩都累了，不让他们玩了。还有啥？还有巧克力，兄弟们，第五个链接啊，第五个链接是一个巧克力，老铁们啊，9.9，是吧？哪个巧克力呢？哪个巧克力呢？第五个链接是一个巧克力，那个巧克力颜色，狗狗没尾巴吗？你说小迷糊呀、啊，小迷糊从出生那天就开始，啊，有尾巴，紧接着就没有了，尾巴让我给代替了。哎，那巧克力呢？巧克力在这儿呢，兄弟们。啊，这个巧克力。凡秀巧克力200克，兄弟们啊，200克啊，这一箱9.9啊，老铁们，这一箱9.9，大概有20多颗啊。起来，你们起来，你们起来，我看有多少颗啊？困了睡觉去了。好的，兄弟们，你们睡觉吧。困了的话，好朋友们，那大家去睡觉吧。我等会儿我也下播了啊。有20多颗，兄弟们，啊，这个巧克力也非常好吃，9.9一箱，啊，我给你们看看里边啥样的啊，给你们看看里头啥样的，哎，是不是很甜？不甜，还行吧，就是巧克力，正常的巧克力味儿，啊，这一个。看不清呢，怎么？这怎么看不清呢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就跟巧克力一个味儿，兄弟们，就跟巧克力一个味儿的，啊，没啥特别的，啊，就是巧克力糖。9.9一箱，220克，嗯，220克，手机摄像头近视了，9.9一箱啊，有需要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可以去拍一单啊。你看这个巧克力糖，嗯，这里头就这样的，跟图片不一样，图片上的看起来软软的。还有一层在里面，不知道，食物就这样式的，兄弟们，食物就这样式的啊，9.9一箱。这怎么我怎么感觉照这怎么聚焦焦距不行啊，是咋的，这手机怎么看不清呢，什么玩意儿，
手机反应慢。9.9块挺好吃，兄弟们，啊，松露巧克力，狗卖吗？狗不卖，兄弟们啊，咱的狗狗不卖啊，狗狗不卖，感谢大家伙啊，巧克力9.9块，看还有啥？三文不能叫唤啊，三文听话，三文宝宝啊，三文宝宝最听话了，三文坐好了，还有魔芋这个第34个链接，兄弟们。第34个链接，这个叫魔芋素毛肚啊，辣魔芋素毛肚，这一箱里头是180克，也是9.9块，兄弟们，一箱里边180克，这一袋是总共是18包啊，这里头有18包，啊，这样小包的兄弟们啊，小包不太大，18包啊，9.9块。我给你们打开看看里边这个辣魔芋是啥样的，兄弟们啊！感谢大家来三爹直播间捧我的场，老铁们，感谢你，感谢大家伙买咱家东西啊！豌豆有没有了？有没有？豌豆有，豌豆有。等会儿我介绍完这个，我给你上好吗？啊！感谢大家来直播间捧我的场，兄弟们啊！这有好多东西啊，都是大家都是看在三爸爸的面子上。看在俺家狗狗的面上啊，在咱家下的单，兄弟们，谢谢大家伙啊，我心里都非常有数，老铁们。所以呢，老铁们，三元爸爸卖东西啊，绝对不能说亏待于大家，绝对不再说坑大家的啊。来，看看好不好吃啊？这个非常辣啊，素毛肚。三，坐好了。三，你坐好了，三，坐好了。素毛肚啊，9.9块的啊，辣，就零食零嘴儿，嗯，零嘴吃，嗯，嗯，非常辣，不行了。辣不辣？小明辣不辣？看辣不辣？你看辣不辣？还想吃？付出的导演真精彩。小明会流口水了吗？不是，小明你过来，小明来。无聊的时候嘎巴嘴，对，就是无聊时嘎巴嘴的，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伙啊。小明吃不吃了？老大不能吃。小明不喜欢吃辣的吗？小明啊，来给。不吃了啊，看小狗，这辣魔芋很也好吃，嘎巴嘴的零食啊，兄弟们啊，有想买的话大家拍一单，9.9块一箱啊。这一箱9.9块，看还有啥，老铁们，我看还有啥啊？嗯，9.9块一箱，还有什么零食？老四，看哪一只？啊，还有这个枣啊，兄弟们啊，第35个链接啊，这个奶枣啊。兄弟们，第35个链接，这个奶枣，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个第35个链接，这个奶枣也好吃，啊，一箱多少包？一箱18包啊，刚才那个是一箱18包啊，好，咱介绍一下这个奶枣，奶枣呢，奶枣呢。像奶油花生，这个奶枣在这儿呢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奶枣说实话有点小贵是吧，但是挺好吃，兄弟们，挺好吃，精选干果啊，
我给你们说，看看这个东西啊，来点就是这玩意儿啊，16.9是魔芋味儿的啊，16.9的是抹茶味儿的，最后一个链接抹茶味儿的，就是啊，略有苦头，记忆者慎拍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抹茶粉略有苦头，记忆者慎拍啊，这含巴旦木啊，含大巴旦木仁儿。2袋、3袋、1袋、1袋是18.8，兄弟们，这个就是18.8的啊，老铁们啊，咱家这个是18.8的啊，我给你们看看这里边这个东西是啥样的啊。好，打开，哎呀，我的妈，你们几个真能忙活人，你们几个真能忙活我，你说你干啥呀？啊，小迷糊为首啊，以小迷糊为首啊。啊，这个巴旦木的啊，老铁们，我打开一个奶枣啊，咬上那么一口，嗯，这里头是巴旦木的果仁啊，中间那层是枣，心里边是果仁啊。外面是这个什么啊，奶油啊，挺好的。奶枣啊。我正在讲解，兄弟们。这个奶枣正在讲解，在下方小购物车第35个链接啊。奶香十足，对。你们组织检测了吗？没有。再给大家打开一个啊，这里头就是大枣，我把这外面这层，哇，这外面这层吃掉，我看里边是啥玩意儿。里面就是大枣，兄弟们，这里头就是大枣啊，这里头就是大枣，然后里边有个巴旦木果仁，一下这一袋大概有，这一袋是多少克的啊？一袋是250克，兄弟们，一袋是250克啊。嗯。这也好吃啊，一袋是150克。牡丹江那边又有疫情了吗？对呀，牡丹江这边又有疫情了，闹挺。嗯，我估计再过一阵儿，俺们牡丹江都不能往外面出了。我估计啊，兄弟们啊，我估计啊，因为今天在新闻上看的，咱牡丹江这边有一例啊，不像外面是棉花糖那种。看着不像是外面是棉花糖那种。42号链接拿出来看看，42号链接是啥？42号链接咱现在没有了，那个肠，烤肠啊，烤肠有啊，42号链接烤肠有啊。上海严重了，29.9，第3袋9.9。第42个链接的烤肠是不是有活动啊，老铁们？我看看啊，第42个链接，那个烤肠有啊，这个烤肠29.9，第3袋9.9，2袋29.9，兄弟们啊，2袋原味，2袋黑胡椒味啊，一样一袋都是29.9，这个肠也有啊。这肠在哪儿呢？肠在这底下呢，肠在这儿呢。嗯，我给大家伙看一看这个肠啊，你瞅人这个包装，兄弟们，瞅这个肠这个包装好不好啊？这肠的包装特别好，嗯，
而且呢这里头有冰块啊。哎，看这包装，兄弟们，这个是肠啊，就是咱的烤肠，29.9元20根烤肠，兄弟们，29.9元20根烤肠，有想买烤肠的好朋友们呢，大家可以去拍一单烤肠啊，我等会把这烤肠给你们打开看一看，看人包装好不好呢，看人这个烤肠的包装好不好，看看。啊，这里有个冰袋啊，这个烤肠，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七八小时，29.9元，这是10根，两袋就是20根，兄弟们，两袋烤肠是20根啊。这烤肠平时的时候就在锅上平底锅上烤就行啊。我家姑娘就吃过这个烤肠，老铁们，俺家姑娘我跟我媳妇儿，俺们平时就喜欢吃这个烤肠，一天1000多粒。我买了两种口味肠还没吃完，感觉辣的更好吃。对啊，我也感觉黑胡椒的好吃啊，兄弟们，我想起来掉了，我也感觉这个黑胡椒的好吃，兄弟们，大家如果想买烤肠的啊，你们拍那个黑胡椒味的啊，兄弟们。生产日期是2020年12月3号。2020年12月3号啊。你们拍黑胡椒那个味儿的好吃啊。这烤肠。29.9元20根。为什么老有异形啊，那咱不知道啊。啊，辣的是黑胡椒的，对，辣的是黑胡椒的啊。啊，好了塞吧。哎，好了塞吧。塞吧。三三说什么？三三说想出去上厕所去。坐好了，三你坐。坐好了，三三坐好了，听话，坐，坐，听话。啊，这肠也好吃，兄弟们啊，29.9元，总共是20根烤肠，啊，平均合到1.5元一根呗，1.5元一根啊。咱们平时买烤肠都得是5块钱一根啊，谢谢大家伙啊。三位想出去上厕所，到点了，马上1点了，兄弟们，看还有啥好吃的，还有什么好吃的烤肠啊，9.9元的巧克力派，兄弟们啊，巧克力派，看看现在能不能拍巧克力派了，兄弟们啊，巧克力派又来了啊，老铁们啊，有没有吃好这个巧克力派的？咱巧克力派卖了100多单，巧克力派10枚，9.9元一枚啊！嗨吃家的这个巧克力派，兄弟们啊，这一好啊，我待会儿看看里边啥样的啊。奶茶也有，奶茶也有，等会儿的，我一个一个来，兄弟们。哎，我钥匙呢，钥匙拿上划一下子。巧克力派好吃，这个巧克力派有点甜，我不适应吃，我感觉这个甜度还可以啊，我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甜啊。啊，这一箱9.9元啊，老铁们，这个巧克力派一箱是9.9元，嗯，10个，这是其中的一个啊，豌豆啊，等会儿上豌豆。嗯，巧克力派就这样式的，拿出来，咱从里头拿出来。好，就这样式的。嗯，来一口，里头有夹心儿啊，让咬没了。嗯，白的那个。奶油的啊，夹心儿，嗯，跟这个封面上一样的啊，里边有夹心儿的啊，9.9元一箱，一箱10个啊，不是特别甜，不是特别甜，嗯，再看烤肠，
五块五，嗯。这叫什么烤肠？他们都说这个烤肠是那个什么什么，那什么肠？什么盐？什么盐？这一箱十个，这个是一箱十个啊！买两箱减，买两箱减一元，火山石啊！火山石好肠，这他们所说的火山石好肠吗？嗯，还行，这肠挺好吃，兄弟们，这肠挺好吃啊！我跟我媳妇儿、那姑娘，俺们都喜欢吃这个烤肠。三文憋不住了，你等会儿三文好吗？嗯，你等会儿行不行？咱等会儿就出去了，三文啊。豌豆，豌豆脆，有想着买豌豆脆的啊？三，你别叫唤了，求求你了，爸爸给你跪下了一会儿，我真服了。豌豆脆，好，豌豆脆，哎呀妈，东西太多了。豌豆脆在第五十个链接啊，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子啊。豌豆脆好吃，嗯，豌豆脆没有香了，都在这儿放着。嗯，总共四种口味儿啊，总共四种口味儿，这豌豆脆啊，一箱里头大概有四五十包，九块九啊，这么大的包装有四五十包啊，老铁们。现在能不能买豌豆脆了，老铁们？看看这里边啥样呢？给大家拆开啊！小迷糊怎么不随地大小便了？因为我削他呀，我揍他呀！嗯，这里边就这样式的，兄弟们啊，看好了，这个豌豆脆里边就这样式的，九块九啊，这是一包，其中的一包。啊，总共有四五十包这个豌豆脆啊，嗯，特别脆。烤肠我看看多少钱，烤肠是29.9块，二十根，总共两包啊，一口闷了，最大指定是一口闷了。沙琪玛，豌豆脆在最后一个链接啊，九块九一箱。沙琪玛，第四十个链接。一箱五百克啊，16.9一箱。我看这沙琪玛。等会儿啊，看一下吧啊，这个沙琪玛是16.9，是多些啊，五百克，16.9，五百克一箱，啊，就这沙琪玛16.9，我看好不好吃，兄弟们，替大家品尝一下子啊。还有奶茶没？有奶茶呀，奶茶在第44个链接，24.8一箱。我的妈呀，24.8六个，兄弟们，奶茶是24.8六个啊，现在又有活动了。奶茶24.8六个啊，兄弟们，有喝好那个奶茶的老铁们，大家现在可以去拍单了啊，在第44个链接呢。老铁们，奶茶在第44个链接呢啊。第44个链接啊，就叫鹿角巷这个奶茶啊。好、啊、我看沙琪玛好不好吃啊。一箱五百克，16.9，嗯，这怎么跟那上面不一样呢？啊，这怎么跟图片上不一样呢？
这上面的果仁呢？啊，果仁在这儿呢。啊，这果仁在这儿呢。这图片上没有那么多果仁啊。啊，我拆开一包看一看。我看好不好吃啊，兄弟们啊。不好吃我就下架，不好吃你们就别买了，兄弟们啊。我要感觉好吃的话指定好吃，我要感觉不好吃的话这指定不好吃。尝一尝。这沙琪玛有啥吃的的？那个豌豆魔芋发什么快递？那分地区，铁子。那个分地区，知道吧？啊，它不一定有发韵达的，发天天发那个中通的、申通的、圆通的都有，赶上哪个发哪个啊。还行吧，兄弟们，只能说啊，我满十分满分啊，我给打个八分吧啊。为啥呢？因为它这个图片上那么多水果，的确这点是没有，兄弟们，口感还可以啊，口感还可以，这个沙琪玛啊，16.9五百克，这里有几个？我吃了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五六、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个，啊，合一块钱一个呗。是不是？呀，十七个啊，合一块钱一个呗，硬不硬？不硬啊，不硬，挺软和的。老四啊，他四哥，甜的啊，甜的，不是那么特别甜，就是正常那个甜味儿。他舅舅，你舅舅睡着了。他就睡着了。奶茶，老铁们啊，奶茶，我看奶茶在第44个链接啊。大家想吃奶喝奶茶的兄弟们，大家可以去拍奶茶了啊。第44，咱等会儿啊。第44个链接奶茶，等一下，兄弟们们，奶茶直降10元，24.8六罐奶茶啊。咱们等会儿啊，24.8六罐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叫鹿角巷的这个奶茶，老铁们，24.8啊，平均合4块钱一杯，兄弟们，4块钱一杯啊，这个奶茶行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奶茶这是做活动了，这个奶茶现在做活动了啊，鹿角巷的奶茶，老铁们。一杯是净含量120克，你啥都不需要准备，你只需要准备水就可以了，兄弟们，只需要准备水就可以了啊！这个奶茶非常的好喝，卵磷是一个吗？卵磷是俩，99俩啊！不是我家狗陪我熬夜，兄弟们，就算是我不直播的话，俺家狗狗他们也不可能说。都睡觉知道吧？啊，你看老四，兄弟们，我啥时候耽误老四睡觉了？啊，兄弟们，我耽误老四睡觉了吗？买了两单奶茶，好大一杯啊，24.8一箱啊，一箱是六罐，兄弟们，一箱是六罐啊，平均合4块钱一杯，多划算，兄弟们，这个奶茶平均合4块钱一杯啊，手工现泡，黑糖，我比较喜欢喝这个黑糖这个味儿这个啊。
明天怼老四吧。三文现在心情不好，怕把老四给怼哭他。哎呀，三文不行了，好像三文坚持不住了，兄弟们。三文坚持不住，我得带人家三文出去了。三文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三文，听话。三文你坐好了，再一会儿马上就出去，好不好？感谢懒惰的小猫，谢懒惰的小猫啊，谢谢大家伙啊，兄弟姐妹们，谢谢大家伙啊，出去溜溜去了啊，老铁们，咱们出去溜溜去了啊，然后咱们明天见吧，老铁们，行不行？兄弟姐妹们，咱们明天见，好不好啊？明天见，兄弟姐妹，拜拜。紫皮糖，大家伙想吃紫皮糖是吗？紫皮糖，紫皮糖在第39链接，35.8两斤啊，35.8两斤，挺好，挺合适的，总共两斤糖啊，兄弟们，第39链接，紫皮糖里边是巧克力的啊，我给你们看里边啥样的，兄弟们，快点三人出去吧，马上就啊，有人想要这紫皮糖。这紫皮糖就是这样式的啊，是吧？这一个里边是一斤，这一个里边大概得有挺多块，很多很多块，不知道多少块。我这一袋里头不得有个30-40块啊？啊，40-50块应该得有了。这里头是这样式的啊，看着了吗？巧克力的，外面裹一层巧克力啊，里边是花生啊，就花生糖啊。里边就是花生糖，两斤，35.8两斤啊，行了，兄弟姐妹们啊，拜拜。遛狗的时候也能播，播不了，你知道为啥吗？咱家遛狗是非常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儿啊，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儿。因为我一出去，小牛就会叫唤，涉及到小牛叫唤，你知道吗？小牛一叫唤的话，我就得揍他。小牛是不改呀，从小就叫唤呢。我带任何一只狗出去，小牛必叫，除非晚上不遛狗。那怎么可能不遛狗呢，兄弟们？小牛下楼的时候也叫唤。走一层叫唤一步，走一层叫唤一步，小明一叫唤我就骂他，我一骂他，我在直播的话容易违规啊，容易语言类违规，全带出去啊，怎么可能说一下子全带出去呢，兄弟们，全带出去，这大半夜的啊，兄弟们，这楼上楼下从一楼到七楼全让我吵起来了，晚上只能说一个大狗一个大狗的遛啊，小狗不遛，小牛不遛，小牛出去也不好好尿，他就出去就跑两圈，他也不尿。老爷可以文明骂狗，这小明你文明骂他能行吗？必须撅小牛的祖宗18的。小明过来，来，真行啊！好了，兄弟姐妹们啊，我遛狗基本上一个狗遛个10来分钟啊，半小时到40分钟就回来了啊，就睡觉了啊。感谢大家伙，拜拜，明天见。